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新年派对。新年好，新年快乐。我们今天将争夺年历照片的拍摄，争夺寻找年历先生，我也不好走啊，有没有人呢？我觉得有可能不在地上，没有了呀，捉迷藏玩的太寂寞，接力画画猜词，我不要和正牌在一起，我是灵魂画，你画的是什么？我太想知道你创作思路了，我画的不好吗？现代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你，这是我见过黄河篇最大的道具，走开，感觉从现在要走了，来来来。这趟车好吵。我们这一季一路走来，看到了不一样的黄河水。2021年，我们会不忘初心，给大家制造更多的快乐，传递更多的能量。奔跑吧，兄弟！